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买一字。今天要跟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以单文母读第一条。读以这是读文音，以就是穿在咱人的身躯，用来冻寒加身体用品。一般咱较常讲的是衫，但过严格来讲，衣服有包括衫甲裤。啊，那衫干那是顶挂新娘娘，像讲大领的外套，咱讲是大衣；用来加厚，咱讲是厚衣。古早毛人讲厚衫厚满，一个有脏水。另外，这个白音是读作微，微也就是胎盘。伫咧子宫回母内底缘，含胎儿中央，亲像是伊变形的组织。中有再大含胎儿小结，胎儿会当为遮得到生素甲营养，家利用化痰再来，再垃圾废物排到老母的血内底。咱讲牛的胎盘就是牛胃，另外胃伫咧子宫头附近叫做胃造成，有可能会大变血。另外生囝时胎盘若是胃无排出来，咱讲是胃未落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便衣，会当讲是一般人穿的服装，咱讲是便服、便衫，也当特别讲是无穿制服的警察或者是军人阿兵哥。第二个词读作胎位，头前讲到就是胎儿的胎盘，咱用一句话来记得，把这两个词合作伙。譬如讲，便衣警察日落的巡逻，发现一个有心的妇人郎已经生啊，胎位嘛已经落落来，赶紧给安搭。再来通知救护人员来处理，该在上尾母仔囝拢平安无代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伊，这是文音；另外白音读作微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